是薄薄的针织，薄薄很薄很薄的针织，就这样摸起来触感是凉凉细细弹弹的，弹度不用说了，超级端咚咚咚。好，来，它呢当外套就是这样哇、哦、如果再换上一个皮裤感觉更厉害了。然后呢它的小领子好喜欢哦，有没有小风衣外套的小领领，这个颜色不显黑，超时尚超秋冬。长度呢就绝对适合大家，可以当小小洋装，那记得里面要加上裤子。这个是中型的那个琥珀小扣，总共有三种穿法，有些人他不喜欢绑起来，那你就这样若隐若现，它是针织哦，针织，然后就是 oversize 大家都可以穿。然后呢绑带附给大家，连绑带都是超弹的。好，再来呢绑起来它就会变一个洋装，然后呢它的弹力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卖场上前三弹的衣服，这个弹力真的好到没话说。或者是你喜欢不要那么整齐的这样子直接把它关起来吧，这样也可以，就是如果你喜欢比较随性的人，你不要把整排扣起来也可以，你们也可以这样子一搭，这样子也非常非常的好看。